广东商场，康年海鲜酒家。广东商场这个灯很亮，但是都关了。这个地方以前曾经拍过电影，好像。巴金不在，讨价还价商场。后边来车了，我靠边吧。这是单行线，这边。绿灯了。啊，这有游客，有几个游客，手拉手在走。有几个游客啊？现在这个疫情闹的，大家心里都没底儿啊。是很荒凉的景象。其实不管怎么说，人气儿上不来就很难闹，人少就不好弄，见不了人。哦，这个哥们儿骑个自行车，背个大音箱。来车了，后边。七里街，Clay Street。这边你看都是华人啊，华人面孔。而且这边的华人个子好像都不高，就算有高的也比较瘦啊，没有那种特别强壮的。特别绑的那个身材的华人很少，除非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那些小男孩，他们练健身啥的，可能有那种很强壮的。冷冷清清啊，都准备关门了，这些店。都准备关了，快准备关了，休息了。过吧，可以过了。我到士德顿街看一看，当地华人的主要的这个街区，估计也都关了。上坡，今天净走上坡了，净走上坡路了。路边有中国结啊，看，是中国结吧？那个图案，像蝴蝶一样的啊。像红蝴蝶一样的，这边也有这个灯笼。是吧？这个也很好看啊，这样的红灯笼也很好看，天后庙街。天后庙街。说的都是广东话，好像。宝昌行，本行逢星期四休息。
今天是星期几啊？星期三吧。就是这样，生活其实也就这个样子呗，还能怎么样？在网上所看到的一些呜呜喳喳的东西，觉得都是人工造出来的，好多什么富婆了、富哥了、霸道总裁什么的。这个地铁站好像要开业的样子了，都已经亮灯了，地铁站，对不？看里边地铁站都已经亮灯了，据说在今年春节的时候会开吗？据说是啊。黑乎乎啊，这边早前的白天这景象，熙熙攘攘的，现在都不见了，都关了。对吧？都关了，黑乎乎的样子了。有多少人见不到第二天的阳光啊？对吧？啊，也很感慨呀。豪华大巴，你看它这个三藩市至罗省，就是洛杉矶，罗闪，对吧？沙加缅度就是 Sacramento，三个馒头。雷诺我不知道啊。San Diego，圣地亚哥，拉斯维加斯。这是以前一位朋友，他说怎么样去洛杉矶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去唐人街，唐人街那边就能够看到这样的广告，就这种广告啊，你打电话就行了，都是华人嘛，讲汉语啊，加微信啊就可以了，甚至可能付车费的时候用微信支付就行吧，我猜啊。但是我做的一般我都做那个灰狗，在灰狗那个网站上订货啊，这是华人的这个面包店，一街坊迷你脆皮菠萝包，免什么软绵绵小食包，1.5发两个，1.5两个。唐人街啊，都关了，不关的话也没有什么客人了，你看哪有人买东西了，没有人买了，以前的喧嚣都收回来了。它这个青菜啊，隔夜的话会有点不好处理，所以一到黄昏的时候他们就大量的抛售那种叶菜啊，绿叶菜啊，第二天他卖的话就品相不好了，卖相不好了，黑乎乎，黑乎乎，就这样喽。就是怎样的喽。昌兴超市前面这家还没完全收，这个路口是东华医院的路口，叫 Jackson Street， 杰克逊街，是往这边走呢，就是李小龙那个医院，出生那个医院啊。这个路口其实人最多，最兴旺的啊，就是这个路口。这边也准备收摊了。他是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外边卖啊，方便人们在这选购，这样也能够预防病毒吧。关板了，关了，这边也准备关了。再往里摁那个菜叶呢，使劲往里摁。
还是摁纸壳啊？不知道。这段时间唐人街也算是喜迎春节吧，这个超市还在开着，有点像中国上个世纪的乡镇，对吧？就是房子比较小，然后都比较低矮，人们穿的衣服呢也不是太时尚，这边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个照明还不错啊，哦，雪亮照的。形同白昼啊，照的，哇塞，这个照明真好啊，照明，这跟白天一样，这样的对眼睛没有伤害吗？这么亮的照明，这么亮的照明，哦，还往前走吗？不往前走了吧，前面没有算了。没有蒜了，这边可以看到他们在窗户那儿晾的这个衣服，窗台那块晾的衣服可以看的挂的。走了，华美银行。这个洋人到这儿买那个熟肉，什么腊肉什么的，是。有烤鸭什么的，好像是茶咖啡、面包，这是一个面包店。这都是中文吗？看，这边都是中文，茶咖啡、面包。这个都清理好了啊，这个都弄完了。这边还在坚持一会儿营业，这边挨着公交站，所以可能生意好一点。但是把这个垃圾倒这个箱里。这是广告，亚裔的广告，适合华人社区的优质医疗保险。三藩市、地力市，地力市就是 Daily City 吧？地力 City，圣马丁市 San Mateo，叫覆盖加州吧？好像是 CCGP，对，是覆盖加州，覆盖加州医疗保险啊。这边就准备关了，准备走了，走了，拉起来了，缓缓落幕啊，都关板了，走了。都关了，都走了。这是大约6点左右吧，所以这边跟国内没法比。国内6点钟、7点钟晚上还很热闹，对吧？这边你看都已经关了。这边人们在等公交车，好像有公交站点儿。